这一片都会辐射出真皮斑来，真皮斑的辐射速度是特别快的。这你把这斑再讲一下，它这就是黄褐斑，你看成片状的，但是它有深有浅的地方，你看到没？它这里。再还有就是有一点，有些女性的皮肤它角质层比较薄，用的那其他化妆品它对脸上的角质层它就会有影响的那种的，你看下去比如说它是脸也是发红的也有斑，你看风看不见斑的情况下，你往下这么按一下，按一下你看到了它皮肤皮脂层就泛白了，但是没有就说是没有下去的像这种颜色的绝对就是斑了。一般你看腰肌撒手的话，它这里是不是一看一片，它因为脸色也有点泛黑一点，你看不出来，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你往下一按的同时你看的特别清楚了，这绝对就是斑。主要你看它这种就黄褐斑左右对称，它这边还有些就是下边的这痘印，色素沉淀下来痘印，咱这产品也可以把它也可以分解淡化掉，这像这痘印什么的。还有胎记，胎记对胎记也有一定的效果，胎记咱们就说是可以给它淡化80%以上，但是不能保证它去掉，胎记可以给它也可以去掉，就是淡化了，这对胎记效果也特别好。咱操作一下这鼻腔，我们就是给客户照着他们东西，那些尤其要是做过那个微整那些行业客户，他们都会消毒，要没做过你教他们的时候记着从那里往外就一下消毒到后边来，再转一点这么消毒，不要来回打圈消毒。做完以后用生理盐水给他把脸那个黄颜色擦干净，因为客户做完这儿他是不能洗脸。禁忌跟要求操作就是框内框外，你们知道吗？框外就眼眶的外侧，对，框内，框内要是如果有些女的她这里会有斑的，如果框内的话一定要用仪器把她的这皮肤推出框外来，就这么推着推出来操作，就跟去皱一样，推出框外来打。眼角这里这一片的话也是一样的，有的话你会要推出框外来打，不能在框内操作。其他地方没有什么禁忌，祛斑没有，因为咱祛斑的话比去皱它的压力小，没有那么大问题。一般操作的话咱就是从上往下，你看好，现在看到没，它这里有一片斑，对，最下边的这里，它做得打吗？可以。一般要是有那个冷光灯的那种美容灯它是最好，你最能看出来。我开灯可以，对，大家看到吧，最下边的在这里，它虽然是淡一点，但是从下往上操作。小陈你可以闭着眼睛。不用的，这不疼，没有去皱疼的。先把它斑痕观察好，它这一片一片的。一定要挤住枪头，不让它跑药，疼吗？有挤一下是吧？对。破皮的吗？好，压力有点小。不敢说。你手机直着这么照下来。不是我心里现在可以，我坐这儿位置，是的吧？
行不行？它就会这一片就会慢慢白了。哦。还有籽哈，几个真实。我不是磨花生，我是打扫豆了。把豆腐长出来。就像过一点盐就可以了。是。你不知道。是。再给你点心。你就，这个点心。给你。这个。那，进来呀。对。怎么怎么？怎么不？哎呀，好嘞。就像听老师是在台上。啊？就像听老师是在台上。不得不得给你们，我是怎么来的？